哎呀，太可恶了！哎，王爷，今日怎么今天总得发高烧？你闹到那么大，海兄弟不是我的，这分明是要赶尽杀绝呀！这一说，为何如此？刘三怕不怕？还为了朝阳复国，岂怕狼父倒火？我们还为了这个皇帝、皇后，要把家门的将来，你赶快把岳父找回来，要振作起来，要教会阿瑞他们如何对付李水寒。 天天派大海，一水寒天之。发朝纲，发马灭了丧。他们要以水寒赏马，可我们的丈夫是潘家的神人，可我们的丈夫是潘家的神人，可是灭了丧，把他们的王冠当成了红，连他半旁边少卿，还被人王，让他朝纲。 多谢公公，哪个来？拜他一人，别上马，到拜王官，没他好，还望义大将军多多提拔照顾才是。先得意思，意思。说的本身我听明白，不听明白，请大将军插手。多谢，好。来人了，在。送王公去后厢房，好好歇息，好好的把他的礼拜。拜，谢公公，站。 想不到，我把岳父小天将的官就接给他了。这天的话，我怎么不把这约，叫你和你的亲属袁家的一切？那我得回家，赶紧把酒托和黑破把官都带来。那就卑，奈何必呢？以何？我这个巡长官，金刀帮、佟掌柜以及五都门各派掌门，还说皇上吩咐特送贺礼。银珠、巡马郎。 南山大人，这是天下难得的奇珍异宝。想不到他们竟然在这里。世界上的人都这样，锦上添花的人都却穿的人少。哦，被谁拿去吧？是。你好，你看，皇上赐给我们这么多的金银珠宝。 加上那些武林人士的进贡，以后你跟孩子就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了。富贵如浮云，今人一辈子都在找花用，开口就行了。哎，怡恒，你就算不为此结大算，你得为你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啊。咱们的孩子马上就出世了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 我发誓，我一定要好好对待一个孩子的。只要你开心，我的理财有价值。将来，我会把我奖励的丰功伟业、荣华富贵全都留给我们的儿子，为了他，以后我一定要。 又在向爹和他们冤枉。我发誓，要跟你爹和弟弟报仇。虽然右相天已经掉入大海，但可是我没有见到他的尸体，看见没有？我发现心头之恨。娘，还有一个妙计，可以让他们两个心头一起，好万和尚元家宅。 我爹，我逃离那个地方。是，你逃不掉，我杀你！我要杀光你九个兔，收光你全家，再来新来的怨气。
婚后不长。